各位台中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师大管乐队的指挥叶书海，非常的高兴可以带我们师大管乐队到东南演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超过五年以上没有到东南表演了。那在疫情这个比较缓和的时候，能够带着我们的大队人马到多来跟我们台中的喜欢音乐的朋友们一块分享，非常的高兴。那今天在座有很多台中高中的管乐团的同学，也希望为你们喜欢我们的音乐。将来高中毕业之后，你们都有机会，欢迎大家到我们师大来就读。我们现在师大虽然没有商学院，但是没有管理学院，也很适合我们同学们来作为未来的人生的方向。好，今天为各位带来这场音乐会，是以300年来的歌曲还有歌舞剧的音乐作为主轴的。一开始我们用第一首曲子是由美国的作曲家伯恩斯坦，叫做 Bernstein。他的最有名的一部歌剧《康帝》康帝德用这部歌剧的序曲作为我们今天的开场音乐。好，谢谢。